报的神，祷告的力量是非常大的。阿门。You're my only one.
家的，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一样，当耶稣找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要变得不一样。他就像那位好朋友一样，一直在拥抱着我们，永远不会放手。不管我们的生命碰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们的主耶稣永远在那边。我们就跟主求，不管你的现在生命的光景，你的家庭，你的朋友，你的甚至婚姻，甚至你的工作，我们都跟神求，我们都跟神说，主耶稣，你是我的神，你要来帮助我。当我们爬到生命的十字路口的时候，主耶稣，你会是我们的掌权的灯，地上的光，我们就来跟神祷告。
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的神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早晨的时候，主你继续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这好撒玛利亚的协和，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，也乐意的能够来参与，经历你特殊的恩典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这个时候，我们按着你的教导，我们如此同心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的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弟兄姐妹们，请坐。